是不是兄弟们？你们兄弟姐妹，你们自己家的父母也就跟我们这岁数。当你们的父母受到这种侵害的时候，你们作何感想？你们就天天站着这儿乐，别再给他们埋命了，没什么好处，啊！他们大钱他们都揣兜里分去了。消吧，你消两瓶，因为你在现场，你当时给我作证。那你不给我作证，那请你别发票，你就走人，是不是？逼迁，这么逼迁你们就？逼迁要钱啊？我他妈给没给你们钱呢？我他妈虽然穷，我他妈也给你们钱了。你们他妈就这么回我？小孩们不容易啊，辛苦了你们啊！我不是针对你们，大姨不是针对你们啊，你们都是小孩儿，什么都不懂。家里父母最起码得指着你们的，你们要以做好事为主。老天在看，你们刚什么岁数啊？是不是？你们先有这精力报名参军，比咱这个强。一旦出了事儿，没人管你们。你甭看他们用你，现在是用你，等到不用你们的时候，一脚就给你们踢出门外啊！当他们不用你们的时候，一脚给你们踢出门外，知道吗？这么小小的年纪要报名参军多好啊，去打日本，去打美国去。没事儿，挺好，刚好是政府，就这一身去市政府。就他妈这么逼迁。就他妈这么要钱，他妈给没给你呀、啊？你他妈就这么逼切，就他妈要钱儿。没事，老李。没事。什么用啊？没用，没用。